我想慢慢慢慢慢慢和你慢慢慢慢慢慢靠近，慢慢慢慢贴近你的心。我会想着想着你的声音，把你把你把你抱紧，爱你的每一秒全都很甜蜜。三年前，我爸公司破产了，他把我骗到了美国，最后等来的是他跳楼的消息。那段时间，无论我怎么跟江先生发信息，想要了解我爸的情况，他都不回。我就在想，江欣然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立刻回来？我知道，小暖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愿一生去补偿你。你想查真相，我陪你去查；你想追责，我陪你追。不要再跟我分开了，好吗？发什么呆呢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苏总动不动就嘴角带笑，我总觉得瘆得慌。无事勿扰。怎么还不来啊？怎么，有公事吗？把手伸出来。这伤口在哪儿呢？怎么看不到啊？刚才挺严重的。确实挺严重的。你好好养伤吧。在公司呢。苏队。苏队刚才是在笑这个呀。恭喜苏队，感情事业双丰收。双丰收？嗯。事业上有什么喜事啊？我不知道。我们争取了一年的景区项目终于出结果，我们拿到招标了。很好。通知设计部整理资料，晚点开会。去年我们一直跟进的5A级景区项目被我们拿下了。太棒了。我听说天阳地产也拿下了后面建设施工的承接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会和他们合作呀？没错。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，大家好好做。我不同意做这个项目。为什么？首先，我们公司并没有做景区项目的经验；其次，市内已经有一家全球知名的主题公园了。我们江主管意见这么多，为什么去年竞标的时候不说出来？我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，虽然这次有难度，
但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我们 RC 集团来说是个机会，大家要抓住。嗯，我同意。但是天阳地产要求很高，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利益更大的案子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散会。江先生今天有点不对劲，说说看。你还记得那个婚礼化妆师陈慧吗？那天我听到江欣然让他去找王天阳介绍工作，那江欣然明明认识王天阳，可是一听到合作他就很抵触，甚至有点害怕。确实，以往有什么大案子他都是最激动的那个，这次很反常。我想我们还得去见一个人。哎，小暖，尝尝，记得你以前最爱吃这个。谢谢兰叔。你还记得我爸出事前那个烂尾的楼盘吗？楼盘都快完工了，被人举报质检不合格，用了劣质混凝土，这么大个项目黄了，意味着这两年的投资全没了。那江欣然呢？你还记得他当年在哪个部门工作吗？分部总部都干过，待得最长的部门应该是采购部门，但是出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轮值到其他部门。全世界除了你我谁都不想爱，全世界只有你能让我心跳澎湃，愿和你在时光里和生命之外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全世界除了你我谁都不想爱，这一生尽全力将缘分的花